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8月23日，星期一，晴天啊。但是天气预报说是多云啊，多云到晴。今天早上太阳还不错，晴天。昨天呢，这几天呢都是晚上白天会下雨，所以呢我觉得天气比较凉快，20度出头一点，10几度出头一点，适合于这种植物生长。好，今天呢先讲一下那个我的那个豆角啊。大家知道我这边有四株啊，这两株呢是油豆角，这两边呢是白不老。好，先说一下白不老。白不老呢，我把那个老枝去了以后，上周哈，你看呢这个它的新枝呢，好像新芽好像并没有发出来，这个时候留着一个老枝，所以绿点的叶子。这个老枝呢，基本上都你看都去掉了，就留在下面一点叶子。但是你看注意，它们新芽哈，基本上没长出来啊，没有冒出来。可能我这儿不适合这个白不老生长吧，这两棵白不老。那边两棵的是油豆角呢，生命力很旺盛。这边这一枝呢是新枝过来的，你看开花了，对不对？都是开花了哈，你看开花了。它是长了新枝、侧枝、旁枝，你看这个呢是结果过了啊，结豆荚了，啊，这都是新枝，所以可能我这儿适合这个油豆角生长。你看油豆角的这开花了啊，这边开花了，看见没有？这边开花了，这油豆角，看开花了，我拉了根新的线。给它攀枝啊，你看这个是不是长？看这个是不是？结豆荚了吧？这豆荚很绿很绿，很有生命力啊。所以这个油豆荚可能适合我这儿生长。它这个第二次生命啊，你看这儿，尤其是这个是。头这边啊，它头的老枝的头基本上不长了。你看，那个是老枝的头啊，这个是老枝的头啊，看见没有？这它不长了，现在长得比较慢。旁边的侧枝都是长了这么多，你看侧枝啊，我引了几根线，红线引新引的，是吧？都开花了啊，你看这不是开花了吗？哎，花花就会又长新枝。你看这也开花了啊，这是油豆角，油豆角可能适合我这儿长，那这儿也是，这是新枝长出来的新枝，我这儿看见没有？这也是长出来的新枝，这个再也是个新枝，啊，这油豆角可能适合我这儿生长，这原来一个绿一点的老枝，看上面开新花了吧？可能油豆角适合我这儿，就是这株油豆角。四个，我这个是老枝，我砍掉了，去掉了。底下它长了新芽，这也长了新芽，4枝。这边看来长了个开点花，我发现这个牛豆角更适合我这样长。这边也是的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一个，看啊，是个老枝，对吧？这三个老枝，我这边一个去掉了，是吧？还有两个的老枝，老的这个老枝叶，那个老枝叶呢，基本上没冒新芽，但是也开花。这个老枝叶头上呢，新枝特别多，所以这是那个豆角，油豆角啊。期待着它9月份的那个结新的豆荚，我们又能吃了。好，这是豆角，长到这儿，谢谢。